但他们都在问这一次我们同居有什么感受。同居同居就是因为我们之前同居过，其实也没有特别大的不一样，主要就是能天天见面，然后起来就可以看到他这张脸。他现在看到我这张脸，他现在看到有的时候我早上起床的脸，说丑宝宝怎么这么丑啊，怎么配得上我呢？该起床了。没有，主要是我今天收拾了，然后他一直赖床，我就收拾完了，已经我就是弄我头发又化了妆，因为我今天要出去拍东西，然后他就一会儿就睡了，然后我就叫他起来，我说你怎么想丑啊，你怎么配得上我的呀，你看我现在多精致啊。哼，可是我没有真的那个意思。那我肯定知道你要真有这个意思，妈老，我甚至把你叫起来收拾，让你早点收拾，扇死你，让你早点起来收拾，不然真的别耽误晚上直播了。嗯，你先叫一下，那还有呢？早点起来收拾，还有吗？没有，感觉这次相处就很好呀。对啊，看你嘴巴上说的我是丑宝宝，我睡着了还偷偷亲我呢。对啊，我就喜欢，我有洗丑屁儿，我练丑。哎呀，没有，你怎么样我都会喜欢的。真的，虽然他们可能看不到那个样子，但是没事。我哪个样子啊？有多丑啊？就是你刚起床，你很好看吗？你刚起床不也油光满面的？你刚起床，点屎糊在脸上。你刚起床不是油光满面的，你像那种睡美人刚刚睡醒一样，可美。怎么又改了呢？是没有改，一直都是这个意思呀。你看逗我玩是吧？对啊，你像是刚出浴的睡美人。没有，也不要，没必要这样说。我知道我自己起床什么样子，必须真的很好看。你不能这样说自己，你又看不到，你怎么知道自己不好看呢？但是你起床，你要自信一点。但是你起床也是油光满面，也是胡巴拉的脸。对啊，我还黄大黄牙，然后哭哭亲你呢。对啊，还不刷牙就亲我呢，一股味儿。对啊，你也不是没嫌弃吗？还是跟我法式的？谁给你法式的？我这两天都拒绝你了。你看我一股味，这两天我都拒绝你了。然后就说啊，好喜欢这个味道啊！滚你妈的！这两天我都拒绝你了哈。然后他闻我抽鸭子胶啊，闻我抽鸭子胶啊，啊这脚好爽爽。你有病啊，你有病啊。这不都是你吗？这么可爱老婆。滚，我没有这样。就是住在一起我感觉就我们会互相黑对方。就是开玩笑。对，就是刚开始在一起的时候还会有一点就不敢开这种玩笑，现在就是那种屎尿屁啊，然后早上起床的那种互相说对方丑都来了。没有屎尿屁吧？怎么没有？他有一天上厕所出来，他可能里面没纸了，他直接刮着个屁股出来的，然后在我面前擦屁股。你这都说可无语，你啥都说。你也啥都说。你知道为什么出来吗？我以为你已经提前走了，因为那次就是那天他要跟小夏去聚会，然后我不想去，但我又不放心他，然后我就让他在外面等我，说我上个厕所肚子痛，那我当时出来叫了他，他就没应我，你知道吗？他一直不应我，那我想开门看他有没有走，然后直接就出来了。你看有没走，我就没走，你就再进去呗，你为什么要当着我的面就开始？最近多累呀、啊！你看我俩现在已经到就老夫老妻的地步，我玩的就是西海岸，只有我爸妈才这样干。你爸妈也这样干，你爸妈都对你这样，就是你爸妈上完厕所直接这样出来。不是，我是觉得我爸妈单独在家里的时候，他俩可能会这样子。你看我俩都已经演到这种地步了吗？啊、我还有你爸妈你在家，我们互相再给对方一点隐私吧，行不行？这样好。那你每次你洗个澡，你也不光着屁股就出来，然后在那边看剧，然后边敷面膜，光着屁股。然后他有一次他说。你帮我拿个东西，我说不行儿，然后他说要怎么样可以，我说你把手伸开，然后他就把手伸开，真的好像很害羞啊，可以了吗？当时我因为我确实我每次因为我要涂身体乳嘛，然后我每次我就是会光着出来，我涂身体乳，然后那一天我想让他干嘛帮我拿个东西，然后他当时就拐弯，当时我还捂在这里呢，他就故意逗我，他说你要把手成大字形我就给你拿。我们俩能不能给对方一点隐私了？那你就不要这样出来啊，你就穿好就出来呗。那你就是你是看到我就是现在我也就是洗澡反正也无所顾忌，然后你上厕所也就无所顾忌了。对啊，就什么呀，一家人儿，还是得这个方面还是得保留一点隐私。行，我们也不用什么都跟他们说，留点我们也不用什么都跟他说，我们给自己留点空间。我们什么都跟他们说，哎呀不说了。
我们也不用什么都跟他们说、啊。这个好有深度啊，这个话题好有深度。哪有深度？我们也不用什么跟他们说。我很荒谬，跟他们说，反正他们会觉得我们大荒谬。嗯。还是把你们当外人吧，不是你们说的要不要把你们当外人吗？干什么都要干带上你们。谢谢猪猪 girl， 现在又不想听了。我们聊点别的有深度的。聊什么深度？离粉丝远一点。他们说，对啊、他们说现在有人说了，离我远一点。我离粉丝远一点，不要什么都跟他们说。但是这不显得我们俩很亲密吗？没事，我们私下亲密，我们自己知道。那他们为什么不想听这个呀？你们为什么不想听这个呢？他们想听，他们故意的，口是心非。其实想听的、嗯，那我们再聊。听得很。还有一点什么？还有什么呢？没事，我们顺着他们话讲，说我们不说了吧？那我们不说了，不说了，那我们就不说了，我们纯爱。嗯。啊，你看，果然开始了。我们没事，我们纯爱点好，我们纯爱点好。就互联网上给我们留条裤衩吧，是吧？